激情爆爆啦！男艺人是与唐可璇用拥抱的方式将气球夹爆即可。他们几个脸都吓到了。是怎么样的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抱着，然后把它挤破，啊、爆气球。那还好，问起九人座可以了。不怕气球？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你怕气球，我们在找你，不然呢？不怕气球，我们就对不对？就出事了。好，预备，预备。一点点。哦，他要用他的武器啊。预备。气球。你要抱他，别抱他，别抱他。Go。你要抱他胸部了，你低一点，不是这样，后背，好这样，气球都抱，你这样颠，你不用颠，你下来，你蹲低一点，好，一二三 ，Go， 一个力，换一颗，换一颗，来，等一下，胸部要起啊，来，来，下一个，胸部要顶出来，哎呦 ，Kenny， 胸部要顶出来 ，Kenny。哇塞！宜兰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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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，哦，哦，宜兰，宜兰腰力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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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快，加油大，加油大，加油大，一二三，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来，六个，他们现在六个一起吗？后肩最辛苦，对了，给他一次，对对对，他用头。后的铁头功能成功把气球弄破吗？哎呦 ，Kenny， 胸部要顶出来 ，Kenny， 加油，有有有，哦，下一位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宜兰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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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，哦，宜兰，宜兰腰力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王快，加油大，加油大，加油大，一二三。辛苦，对了，给他一次，对对对，后用头，不行，我会受伤，会受伤。来，泡泡来，来，挤一下，挤一下，挤一下，最后一个，一二三。靠唐可璇卯足全力把钢手招牌特色表现出来，男人们看他丰满的胸部，是不是也都被征服了呢？